揭穿生死轮回秘奥，只是超越生死之道。陈冰教授，佛教生死学第五节，藏密所说终有境界。藏传佛教密法中，以终因成佛、终因救度为超脱生死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秘诀。对终有境界的描述，较显教更为清晰系统。大幻化网导引法总结终有境相为四生、三境、六相。四生为终有境闻四种恐怖之声：山谷崩裂、江河澎湃、林木焚烧、竭尽罡风，分别为地、水、火、风四大之力在听觉上的反应。三境指所见三种可怖之境，由内心贪嗔痴三毒之力，见白、红、黑三种崎岖险阻之境；由迷乱习气色影之力，见罗刹、夜叉、食肉等恶鬼。六相为终有身所具六种特征，无影无碍，刹那间能寻绕多处，随自所作他人不见，能知人之所作所思，不见日月星辰，见巨生鬼神，与人同生的善恶童子，算其善恶，虽见饮食未必能受用。该书还说，终有所现诸境相，虽各自业力而有差别，迷乱如梦，并无一时，亦不稳固。藏传宁玛派的一部超度死人的念诵仪轨，中有文教得度秘法，书中有49日境界差别颇为详细。该书分中有为六种，一处胎中有，指中有投生处于母胎中的阶段。二，梦境中有，为梦中或神识脱体出神，或修密法、梦观法而成就的能自由离身的神识，亦称终有，或称一生身，民间俗称生魂。三，禅定终有，指修禅定者定中所体验如死亡或死后之境界。四，命尽终有，临终时出息已断、入息未断之际，身中灵热、生命热量沉入位于心轮的智慧中脉，一切分别心念中断，呈露出本来心地之光明，此光明亦如青天万里无云，往者自觉心识如真空，通体透明，无瑕无蔽，无中无边，此即实相真如的暂现，名实相终有。实相光明停留之久暂，是亡者身中诸脉的强弱及生前业力是否闻法修行而定，或者极为短暂不知体认，或者为时较长。书中描述自性光明发射时，恰如春天无边景色，海市蜃楼闪动其中，并闻光中发出有如万千擂鼓齐鸣的巨响，此乃实相本有之音。当灵热与神识离身之际，亡者入昏沉状态，所见光明由变暗到消失。五，法性中有，当气入于时忽然晕厥，内气脱断之际，
此时见山河大地一切挚爱通通消失，一切所见犹如锦绣，或如以沙树木而视日光，所显镜像皆极灿烂，不分内外，皆成闪动耀射之状。若生平不修秘法者，这种光明如流星闪现，转瞬即失。六，受生中有，即将转生的中有，灵热气与神识完全离开身体的时间是半日半。当知觉恢复时，先有临死八相中，后四相逆行而现，空、得、增、现。次生形似生前的中有身，同时外现中有幻境，依次见无上瑜伽所说寂静、愤怒、诸本尊、佛、菩萨、金刚、空行母等。这些本尊实际上都是心识中所蕴藏内容的自显现。第一个七日内，寂静安乐部的佛菩萨及六道之光依次显现。第一日，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现白色双身像，出自中央，胸射蓝色法界体性至光，照中有身，同时地狱放阴沉的烟雾色光来勾摄。第三日，南方宝生佛身黄色，即虚空藏普贤二大菩萨、念珠持香二女神从南方显现，宝生佛摄黄色平等性至光，同时有人到暗黄色光并行发射，照中有身。第四日，西方阿弥陀佛身红色，即观音、文殊二菩萨、迦陀持灯二女神等从西方显现，阿弥陀佛胸放红色妙观察至光，同时有恶鬼道暗红色光并行发射，照中有身。第五日，北方不空成就佛身绿色，即金刚手除盖障二菩萨、散香供养二女神等从北方显现，不空佛胸射绿色所成作至光，同时有阿修罗道暗绿色极光并行发射，照中有身。第六日，五方五佛双身胜利明王、马头明王、大威德明王、甘露明王、四金刚、六道之佛等42位本尊一起显现，各放至光，同时亦有六道之光发射，照中有身。第七日，持名部诸本尊无上地居司寿司武红色绿色等持名仙及诸空行母护法天神地址等显现，同时有表畜圣道的淡蓝色光随诸本尊至光放射，并闻雷鸣、石崩、喊杀等声。当寂静诸本尊至光与六道之光同时照射时，若平素无佛法的修持不知辨识，即可能随六道之光而生于六道中。第二个七日内，愤怒本尊58位依次显现。第八日，愤怒部主。第九日，金刚部主。第十日，莲花部主。第十一日、第十二日，夜部主。第十三日，8位寒林女神、8位兽首女神出自脑部。第十四日，四门守护愤怒女神显现。
这些愤怒本尊为五方佛、诸大菩萨等的化身，但形象却狰狞可怖，如大日如来之愤怒化身形象为裸体化身，身褐为色，三手六臂，四足稳立，右脸白色，左脸红色，中脸深褐，周身发光，犹如火焰，九目圆睁，怒视可怖，眉毛闪动，如电发光，巨牙外露，上下吮合，口发巨吼，啊啦啦声，哈哈之声，音调尖锐，发红黄色，竖立放光，观世骷髅，象征日月，腰系黑蛇，悬有人手，以为绅士，右手三手，上手持轮，中手持刀，下手持斧，左手三手，上手执铃，手持脑盖，下持犁头，身被佛母大愤怒母双臂抱持，佛母右手紧抱佛颈，左手奉佛红色蚌壳，满注鲜血，舌合相接，搓磨作声，继而隆隆，有如雷鸣。若平素不修持密法，不认识这些本尊，不知其皆为自心现象，必然极度恐怖，往往被吓得昏死过去，又复苏醒，或惊惶逃避，堕下悬崖，落入恶道，或见冥府主宰阎王、狱卒等，手持善恶不及，口出沙沙之声，蜂拥而至，终有身在惊怖之际，即随之堕入地狱。二七以后，命尽终有转为投生终有，此时终有已确知自己已死，寻见生前亲友，想与其通话，而见亲友不睹不闻，于是凄楚悲痛，如鱼离水，至诸裂尽，欲归无所，孤苦无依。时有强劲的业力狂风从背后吹来，推其奔波不已，想望得一归宿之处，或见无边黑暗，或如入浓雾中，黑暗中出喊杀声，令肝胆俱裂，或见十人罗刹恶鬼各持兵刃，口出杀声，蜂拥而至，或见猛兽扑来，或见狂风暴雨，大雪深雾，闻巨响，如山崩海啸，如火喷轰，如风怒吼，于惊慌逃命之际，见面前有白黑红三色千仞劫壁挡道，此时六道之光寓意强烈，前来勾摄，终有被自作业力决定应生何道，即身不由主，随彼道之光而去。投生终有受生时所见镜像，如下表所示。投生处，东胜深州，所见镜像，见湖中雌雄鸿雁在水面互相退逐。投生处，南瞻部洲，所见镜像，见富士壮丽堂皇。投生处，犀牛霍州，所见镜像，见湖滨牛马聘母合群。投生处，北俱泸州，所见镜像，湖滨树木四绕，牲畜成群。投生处，阿修罗，所见镜像，见月木林树，或见火圈相向玄武。投生处，畜生，见山穴石窟，地有深洞，烟雾弥漫。投生处，恶鬼，所见镜像，见原野荒无人烟，林木不生，地裂浅孔，
或见空林衰草枯根，头生处地狱，所见镜像，闻歌声悲哀凄切，深坠其中，不可抗拒。见黑暗无间，屋宇散布，黑白交错，遍地炫景，道路昏暗。显密佛典皆一再强调，终有如同梦境，一切所见所闻是自己心识变现，然生前未经佛法之切实修行而得了悟者，自然会视为实有，难免被业力牵引，受终有凄楚之苦后，寻觅归宿，再生于六道。